北平，现任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学们，大家好，我们这个课堂叫。 油画人像写生示范教学，我想这个时间段呢，我连讲解，而且这个特色呢，主要是以示范为主，通过非常直观的教学，希望给大家有所帮助。其实呢，这个包括美术学院的学生，他在在校四年也好，六年也好，能够听到老师，能够这个见到老师做这个示范课堂的。 其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挺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我训练的，所以，呃，这这个教学段呢，我觉得我会很累，我规定了自己很多很多的任务，希望能够，呃，给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是第一天开课。 那么我这三十二讲里边，可能要一共要画九张作业。那么第一天可能是铺垫性的，就是可能画的略微少一点。那么然后呢，后边多少讲呢，会会有大量的嗯一边讲解一边示范的这这种内容。这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教学效果一般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现在开始先讲，因为我们是肖，这个油画人像教学，我大致的只能说是非常简略的把这个肖像画做一个概述。那么，在油画传入中国这个一百年的历史里边，它一直吸吸引着那个最有才华的一些艺术家的视线。 我们想，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呃，从李铁夫开始，一直到我们当代的很多一线的前辈画家，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肖像画方面的表现。那么，肖像画艺术，呃，我个人认为，这个它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在历史上有，我看到有些文章分析说，这个肖像画在历史上它曾经充当着一个照相机的作用。 这个照相机呢，就是没有摄像术，没有照相术。那事实上，这个肖像画它是经过人的这个心灵的操作以后，它已经具有了这个这个像石涛说的“山川与神域而计划就是我看到这个大自然和我的内心世界相碰撞以后产生的这种东西，它不是机械图像所能够解释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肖像绘画呢，它以后也不会衰微。 哎，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个这个蒙娜丽莎我就不说了，这全世界妇孺皆知的一张画啊，而且历史上把它已经推到一个超高的位置上了，大家也不必，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是太有代表性了。这个，呃，这幅画是拉斐尔的这个，嗯，多尼的肖像，拉斐尔大家知道也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啊。 这是德国的比较理性的赫尔拜因的作品，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在欧洲绘画史上一个重要学派，有点像像像像巴赫的钢琴呀、啊，他们属于这种呃理性凝重的这种造型能力啊。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画呢是安格尔的贝尔坦先生，这个画应该算安格尔本人最有这个。 最值得称道的一幅肖像画，这个有人说他这幅画的完美程度，他画的这个人是个呃出版家，呃，过去有翻译说是银行家，是个出版家。这个这个肖像里画，无论从形象一直到整个画面的构图处理，呃，这种气质的表现，这这种非常自信的啊，非常 冷峻的这样一一个肖像，非常耐读的，就像凝固了一样的这样一种肖像。有人说，这这张作品呢，整个画出了一个路易时代，能感、啊、能大家能嗅到那个路易时代那种气息。大家不知道有这种感觉没有？这是这个安格尔最著名的肖像，这是安格尔画的大量的这种贵族妇妇人的肖像之一。 大家能看到他的画里边，有一种非常典雅的、高雅的这种，呃，美，就是古典美。几乎他制定了一种古典油画的一种美的标准。那么那种秩序感，那种优雅的，那么上流社会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是西班牙画家韦拉斯贵兹的一张代表性的作品，他这是。 标准的写生。过去的油画呢，在那个年代，它是以写生为主的。维拉斯贵兹呢，就是他画的是英诺森教皇逝事。这个画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上说看到了这个教皇的阴险什么一面。实际上，我们不要这样去去用阶级分析法去理解他啊。他他这个肖像是应该是无懈可击的，是非常经典的这种肖像画。 这还是委拉是贵兹的，他是给皇上菲利普斯画的一个一个肖像画，嗯嗯，这是伦勃朗的，这是所有的学习油画的人呢，都是对他顶礼膜拜的一个一个荷兰画家。当然晚年遭遇不好，他他的他的油画呢，嗯，在嗯、呃、欧洲绘画史上，这个有非常经典的。 重要的地位，那么它的最大的特点，有人把它叫“酒窖光”啊，就像那个在酒窖里边一缕光射下来，光线非常集中的这种艺术处理，它也是它的技巧是，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空前绝后的。他画了大一生画了很多自画像，这是其中之一，大家可能能画面上能看到啊，他这个他的用笔，他的那工作痕迹肌理都是很完备的。 这是维米尔的作品，戴珍也是一张世界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是布格罗的，就是在，呃，法国，嗯，这个安格尔以后的一个一个非常嗯古典主义的画家。后来当然因为时代变了，紧接着有这个德洛克洛瓦的这种这种新的革命的启迪以后啊。 他的话事实上是在历史上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事实上我认为他的技巧是非凡的。嗯，这是列宾的一张著名的肖像画。列宾是他画的，当时俄罗斯的一个大音乐家莫索尔斯基，就是曾经创作过很多交响乐，包括展览会上的图画。我们年轻人都听过他的音乐。这个这张这张我们中国人讲叫传神说，这张我就觉得他这个。 传递的那种情绪啊，这个非常深沉的一个善于思考的一个嗯音乐大师这样一个形象，在肖像画里，它的容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它不是光仅仅是画一个像，大家通过这个肖像的所有的刻画，能够联想到他的整个这个人的精神世界啊、内心世界。但是这张画据嗯、呃、上面记载。 他画完这张画以后，这个莫索尔斯基就就去世了。这是列宾的啊、呃、画的画，这是谢洛夫的啊、呃、画的一个算贵族贵夫人的肖像吧。谢洛夫一辈子没有很大大型的创作，但是他在前苏联、前俄罗斯的这个绘画史上地位也是非非常高的。他画的画了大量的这种肖像，这是他其中一张。 这个大家能看到这个雍容华贵的这种表现，而且是有松有紧，下边那个非常放松的地方那种感觉啊，这是他早期画的一个写生少女与桃子，画的他邻居一个小女孩，也是很有名的画。这是克拉姆斯克一的，就是列宾的老师画的无名女郎，这个画可能中国老百姓熟悉的观众很多，他是。 呃，很强调经典性，很强调唯美意识的这样一张作品。这是美国人波士顿画家、啊、美国人认为他是骄傲？美国人的骄傲之一萨金特。嗯，美国画家，他是在法国学画，他是基本上走的是耿斯波罗啊，这这这这个这样一条唯美主义路线，包括英国的阿尔玛塔德玛。所以他笔下的这个贵妇人呢，是以这个。 嗯，非常高雅，非常优美，嗯，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这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是那个东欧画家，嗯，科尔内留·巴巴的作品。他的作品呢，不像我们刚看到的那些作品啊，像安格尔那种作品是强调细腻的，他是更更具有表现力的一个画家，有有表现性的一个画家。这个画家我是非常喜欢的。 他的作品呢是有非常强强烈的这种力度，而且他是言简意赅，高度的概括，就以少胜多。经常你看到他衣服、他的手、他的很多东西刻画的不是那么入微，他的头发呀、啊、他的那个小花领啊，好像是随意的几笔、几抹颜色，但是大家从里边体会到的、能够联想到的、能够感受到的那种丰富度啊，有时候还超越了那种。 一览无余的，非常直白的，什么的衣服扣子都画出来的那种东西，而且他的画面里有一种，我认为挺独有的一一种一种人生对人生解读的一种神秘气息。他的画我一直非常喜欢，年轻时候到现在为止仍然喜欢他的作品。啊、哦，这是他画的一个一个富人像，他画了大量这种这种他对画的这种这种归纳，对这个人的灵魂那种发掘的深度。 嗯，因为某种意义上超过了那很多大家认为是主流的，认为是西欧的，这是我个人个人的看法。呃，但是由于这个国家当时那个他的在世这个年龄，基本上他是东欧国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西方在媒体上也很少宣传的，他在国内还受到很多压制。他也曾经说过这个话，他也很气愤，他说：“我不相信。” 他艺术家是只是遵遵从自己内心的这个指挥棒的。他我不相信意识形态和这些官员们的指手画脚能够缔造出好的。可见他当时也是受于一种压抑。到到到九十多岁搞第一次个展，他的画是很有这这个灵魂深度的，很有这种震撼力的一个画家。可惜是东欧人，美术史对他是不是不是很公平的，关注度不够。啊，这是一个从。 呃，叫叫叫尼古拉费申，嗯，他是从也是在俄罗斯画家列宾的学生。列宾在世的时候，就别人问你认为当代最好的画家，你列宾毫不客气的、毫不犹豫的说，嗯，尼古拉费申就是他非常有才气的一个画家。但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他后来流亡美国，在美国画了大量的这种订单啊、定件，以此为生。后来终老美国，他的话。 二十几岁的那个，嗯，收收割白菜那个那个大创作，那现在我们的学生啊，如果看到那个东西都激动。二毕业创作能画那么好，是很有才气的画家。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这是梵高的作品啊。梵高是，嗯，他的盛名啊，和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近近多少年来在在这传。 在这个艺术市场上，这种传奇的这种这种地位，呃，戏剧性的这种地位，大家是人人都很熟知。梵高，第一，梵高是个疯子，精神病患者；第二，梵高呢，他的画在他死后、死前、生前没有卖掉一张画，死后他的画卖到这个数千万美金，曾经几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所以大家记住了他。但是梵高呢，从他学画一直到他。 这个去世也仅仅就十年时间，就他开始学画转行，由牧师转行，所以他是一个我们按我的观点，就说是呃没有经过太严格学院训练的这样一个一个画家，几次上那种课堂班都被人赶出来了啊，因为他的性可能是性格某种怪癖，但是他的嗯大家不要就觉得哎，梵高这个这个圈圈，这这种圈圈这种笔法能不能？ 去访啊，能不能学习啊？我说这是非常次要的。那么梵高一生，他就是，我记着吴冠中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小时候看见那个飞蛾啊扑灯，灯火蜡烛扑上去就被点着了，烧死了。他说梵高啊向着他内心的光明，他扑向太阳，被太阳融化了。这个吴冠中先生的文采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就把这个人那种全身心的投入那种，嗯。 激情，激情四溢的这这种真诚写出来，因为他是精神病，他既既是想想，嗯，策划自己的生活，谋划自己的生活，他也做得不好，一直是一辈子是个失败者。这是英国画家弗洛伊德的作品。弗洛伊德近几年，他因为这个人很傲慢，他是我那个心理学家老弗德伊德的孙子，就是很有名的梦的解析啊，那个心理学家。 那么一辈子，一个一这个有一个传奇故事，就是英国女王让为让他画一张像，小小的一张像，到他的画室造访过七十多次，这是有记载的。而且英英国女王，别人都说这个家伙这么傲慢，不要去，他是要尊重艺术家，最后才是画了画了一张像。当然这个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是起码这个这个人的作品呢，也是我他。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他近几年在英国的一个回顾展，一个一个展览呢，又引起了重新引起引起了轰动。有人说，通过他和前几年那个巴尔蒂斯的展览，又唤起了西方人从这个现代啊、后现代以后，重新对这种具象绘画，我们把它叫具象画，有形象绘画的一种回归意识。就大家觉得我看到这个画呢，我心灵有一种震撼力，心灵被撬动了。这个和你。 这个靠这种解读啊，靠这个哲学解读啊是两回事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一个画家，他的画法很独特，颜色特别厚，是在强调结构这一方面是做的。呃，不光是强调，他在强化某种团体量和结构意识，而且画他身边的人，绝不找那些媚俗的，非常这个。 愉悦眼球的那那种模特来画，他包括他画了很多人体啊，画了很多，呃，这样一些东西，一直保持着他这样一个风格。啊，这是对我们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啊。我举几个例子，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安德鲁·怀斯，小怀斯。这个怀斯呢，老怀斯他是也是一个插图画家，怀斯的作品，呃，一辈子画他身边的那些，呃，我们叫农民。 啊，真正的农民，下层的，嗯、呃，甚至残疾人，甚至是那种已经垂垂老老老暮之年的那样一些肖像，画得非常之好。你看他画这个、老太太，这我的，像这种画，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就,就常年的、呃、去拜读，有时候叫读画，像读书一样，一张画可能反复过来，反复过去去看，这也是大家。 以后在学习中要注意，你特别喜欢的话，对他研究的最好要精深到方方面面，甚至这个他那棵树在什么位置，他这些这些血这个凝血的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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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这块地方是一块白，那个地方那个灰？那么一个学画的人应该有这种分析的这种精神。这是维也纳的分离画派的啊，这是独树一帜的，他们早年都有非常好。你看。 这个克里木特早年的，呃，那种就是三维空间的，就是很讲体积感那种那种肖像，也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了，而且画的非常优美，非常有有音乐性。但他后期最后找自己一条路，走这样一条这个平面画或者叫二维二维画，而且大量的装饰感，大量的这种嗯、呃、金碧辉煌的啊这种。 甚至神秘的符号化的这样一些东西，嗯，还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画家。这是他的，应该算学生了吧？呃、嗯，后来翻译叫席勒，原来叫翻译叫斯切尔。这也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可能去世也就二十几岁吧。嗯，他画的早年画的他的夫人像，因为这个是油画，我把他选过来。他画了大量的不是油画，这也是好像是二十七岁就。 去世的莫迪里安尼还是三十，就是英年早逝的啊，也是非常有才能的一个画家。他他的全部艺术活动就在蒙马特高地，像像这样一个一个呃，对，在他心目中对造型的这种认识，我在后边具体画上会讲到讲到这些人啊。嗯，当然他和他的生活上比较不羁啊，最后英年早逝啊，下边。 大概是看一下啊，浏览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国应该是有人说是中国油画第一人，就是最早的广由广东出去的，在西方留洋的李铁夫先生给，也是最早期的这这冯刚柏先生画的肖像。这是常书鸿在法国学习的时候画的一张写生，当然他画的外国人。那么到了建国以后，这些肖像画，这是。 詹建俊先生的啊，一个一个红衣女郎，雪地里的红衣女郎，大家能看到，他是，呃，有很强烈的民族风的追求，因为他的老师是董希文先生，从敦煌回来，一直走这样一条路，所以他的话是大气磅礴，非常简约，甚至不牺牲了，放弃了很多大家认为是，造型规律啊，空间规律啊，一些真金白银的东西，最后是画面高度凝练。 嗯，这个这样一种一种绘画，这是金尚一先生啊，这也是早年创作一张《十二月会议》，是在我们中国的肖像画创作里边被列为前经典、经典、经典的作品。呃，这是那个文林鹏先生画的他父亲闻一多肖像啊，这个是很有诗诗意的处理的啊，主观处理的一种一一个一个一个。 诗情画意的这样油画，也在中国的油画史上肖像绘画里边有很深远。这是金上一线的写生，全穿牛仔服的女孩，能够看出来，它里边也已经有一些接近中国工笔画的民族风格的探索啊、嗯。这是杨飞云的，现在我们国内年轻的一线画家，这是他夫人的肖像啊。他画其实画了他夫人很多，绘画应该算凝重。 深深刻啊，具有这样的，这是我们四川的一个画家，叫何多灵啊。他的画，因为他是个很早年曾经是个很好的插图画家，他的画里面你注意，他不是完全写实的，他是应该说是超越了那某种逻辑秩序那种规律啊，这个时空上打破了一些，有些很多斑驳的东西，发人联想的东西，非这个这个这个具象的，就是具非常具象的绘画和。 不太具象的一些肌理啊、斑块啊这样一些东西的对比，使画面给人联想空间更多了。实际上很好的画。这是我们这个英年早逝的啊，新东旺小朋友的画啊。这个新东旺不久前因病去世了。这个是个非常有才华的画家。嗯，他的画呢，呃，这个他画他身边的人。 他能够入木三分的把对这些人的这种个性的感受啊，用他自己的语言，他的语言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个，嗯、呃，把握的那个深度和画面的那种可读性，是非常难得。当然，他的画是有适当的变形的。有人说那是画的小猪，是他个人风格的一一一种体现吧。那么，新东望包括他的色彩，包括他的画面处理。 他有很多主观成分的东西，看起来画的又很，又很适合对象，又有很多主观成分的东西，很好的一个画家。哦，这是我们中国美院的杨参军的，嗯，他画画的那种才气横溢，就手感非常好，大家能注意到他那个笔触啊，那种飞动的东西啊。我回头在示范的时候，给你们再说吧。这张画我好像印象中是获了个什么奖，也是画的一个一个朋友的一张画，获了个什么奖？ 人像写生、人体写生这些课呢，尤其人像写生，在在美术学院里面，它它这个是一个重重头课，因为人像写生呢，它是基础训练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那么它是对人是对人自身的关注，它不是其他抽象练，而且这个形象有有一定的限定性。那么同时呢，也是。 一一一种这个全方位的啊，从从造型啊、构图啊，这个这个，呃，全方位的这样一种训训练课和色彩啊，嗯，第二呢，它也是一个一个呃，大家深入生活、直接面对生活、捕捉生活的一个一个嗯，搜集素材的一个一个最好最重要的途径。那么写生也可以说它是创作，也能优秀。 优秀的写生画，就就他最后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经典的。刚才我前面谈到的，有些画他就是直接特别近代的一些啊，就就能够成为非常好的艺术作品。当当然，大家通过写生肖像这样一个媒介，这个这样一个载体，在里边进行个人的风格、艺术风格啊、色彩这种探索，这也是个很重要的空间。而且，嗯，顺便再说一下那个。 写生，我们画家都有，我们画家都有这种体会。当我们写生的时候啊，这个直面、直接面对的是那种、那种，呃，对象，那种对象那种，呃，不可取代的、独一无二这种东西。如果他他感染了你以后啊，你那个心情是非常坦荡。在画画那个画画的一瞬间，一切功利心啊，一切东西都忘记了。所以我说，他回到了这这种，呃。 艺术之河的上游，就是那个最纯净的时候，人这个真正感动了，手之、舞之、脚之、足之、导导之啊等等，有这这种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写生呢，它是都是面对着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独特的这样一种对象，在这种对象下，他是克服你有有些人这种行行为惯性啊，这种这个有化成一种套路化的东西啊。 这种东西它是是一个可以避免这种东西，防止套路化、概念化的一个疫苗我，我我可以这样说它。嗯，第三呢，就是我个人看法啊，因为写生往往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它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要过滤最大化的合同信息量。哦，将来我画时候给你们具体讲。一个人就做到你光看他的衣服，那个我说你要数一下，可能数出几十条来，这个信息量很大。 那么过滤，那么这个是艺术的取取取舍之道。艺术我们是，呃，艺术它是凝练的过程。这个取舍之道呢，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我说它闪灰于须臾，这下笔直取这种激情四射的时候，呃，或可因此而获得这个笔减一周，就是尽管我很放松，很多东西笔还没到，但是意思到了，这种。 超越完备、过分完备的东西，那种那种效果，这是艺术规律里边很重要一条规律，不是一览无余，不是给不给别人留下想象空间的。那么我这个大题目叫“人人像写生”的前提是素描，我没有用这个基础是素描，我把素这个素描每个。 热爱人像写这个肖像画艺术、人像写生的，对这个素描的这个价值和它的重要性，我提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它几乎是前提。这个有人说素描就不过就是行比例打准啊，什么什么结构弄完。我记着我当年在西安美院，我曾经管过这个，他们叫黄埔军校，就是培训青年教师，包括其高其他高校的，搞过十四年。 我是在那边管，那时候我们很严格，请这个，嗯，很重量级的人经常给他们来点评。刘刘文西那是画中国画的呀，他那看素描，一个学生在后边擦画，说看学生的作业，嗯，那学生那个素描，哎呀，我都就是把这个东西画准，这就画得很精准，这就好素描了。刘文西很激动，说转过来说，你说的不对的。他说这个这个，他说画画的。 所有的道理都在素描里面包含，这是没人这样说过这个话。他说画画的所有道理，那么中国画的笔墨啊，像像这样一些东西韵味啊、气韵生的在不在不在里面包括，在里面包括。他其实这个理解是对的，和我的观点一样。那么素描里面，呃，它绝不仅仅是我把对象画得很准确、很像、很完备就是好的素描，这里面差异性太大了。 第二呢，素描它的多样性。那么素描它是一种，简单的说就是它用最单纯的语言而已，是这样定位的。那么素描，呃，罗丹说过，他说有一千个画家就有一千种素描。过会儿我们让你看到图片，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有所举例啊，就是大家不要把素描狭义化，一定要呃这个，呃，素描大家都知道，素描是解决。 笔体、呃，形体、比例、结构这样一些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把素描能够联想起来。它素描事实上也解决一张一张绘画，其所以能够立得住啊，一张绘画，这到了高手呢，他很清楚，就支撑这这个这一张绘画的，它一些骨骨骼性的东西、骨架性的东西，能够撑得住它，它叫画面的结构，对吧？很少有人有老师讲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的好的绘画，你把它分解开，最后把它那些多余的东西全给它抽掉，色彩去掉，什么去掉？色调分离，弄得更简化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好的作品呢，它一定有这样一个支撑的骨架，就是画面结构的问题。这个结这个结构，事实上我们在学习素描的时候，素描时候也要解决好。那么对对这些规律的按暗熟，每一次我可能。 送大家一句两句话吧，每一次讲的送大家两句话，是我自己，大家记下来，我认为会是有用的啊。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是我的自个个人的体会啊。呃，第一个我用成语叫入法和出法，其实就是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以自由。你在美国，你想你想，嗯，活活得很自由，那就是坚决不要违法。美国人这个被带进铐子的。 概率是很高，比中国人高多了。他任何事情，你这违背了规定，你你就,就有一次不诚信，你这辈子几乎就完了。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守法。那么，画画道理一样，画画它有一套规律可循的东西。这个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以自由。我说，大家要认真的研究绘画法则本身的东西。那么，呃，而且要举一反三的去研究，能够就开放一点。 这个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以自由，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歌德说的。他前一句话说是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能手，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以自由。这个任何事情，还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它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你不是你你你不是无限制的宣宣泄的啊,啊！我送给大家第一第一句话就是：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以自由，这是。 我比较有体会的话，嗯，第二个也是我很个人化的一个见解啊。我认为这个，呃，短期作业的这种塑造性的练习，因为我后边也会做一些东西啊。这种短期塑造性练习是学习油画的不二法门。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说你那个时间很短，因为我们这次课呢，不可能做深入的讲解，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油画速写性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说塑造性是不二法门呢？就是，呃，我用了一个成语叫“直指佛心”，它事实上是一个一个，嗯、呃，一个把最核心的东西抓住了，最精髓的、最重要的东西抓住了，是这么个意思啊。我善于这个软思考的人啊，经常会在嗯相反相成的这个道理上，突然悟到这里面的规律。 因为这种为什么徐悲鸿还要说宁方勿圆呢？宁宁宁脏勿光呢？尤其是宁方勿圆啊，宁可把这个东西画的，把一个苹果画的像削过皮、切过那个削过皮的苹果一样，都不要画的光溜溜呢。它实际上是是是对这个塑造性、对这个本质的塑造性的理解。那么塑造性不光是结构自身，甚至还包括了整个画面的这种这种处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后边的东西。 呃、嗯，解决好了，解决的真是有把整体整体认识呢都把握的非常到位的话，后边的问题不难。慢慢的描摹的东西需要不需要也需要，需要衔接的东西需要都可以做，但是那些东西是次要的。嗯。啊、呃，大家看点图片啊，这个这个这是安格尔的，我刚说他他是古典美啊，按照古典美的法则在画画，看看他的素描和他的油画。 呃、嗯，这还是安格尔的，安格尔当然被被我们、嗯、学院派称为两大世界体系之一了。嗯，素描体系，两届两大素描体系之一。这是荷尔拜因的作品啊，荷尔拜因的作品呢，嗯，高度的强化了这种这种结 <coughs> 对结构性的东西，对这个这个这个呃这种结构性的描绘，嗯。 呃，很很多人可能初看他画，觉觉得这个画呆呆的，但是好好读吧，读读久了以后，你会会会发现他的作品里有有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种建造型的力量。这是美国的安德鲁怀斯的作品啊，对中国影响很大的。他画的村姑，我们几乎可以从这个身上嗅到那种那种马厩啊那种。 草地啊，那种麦田里边那种那种味道的一个画家，这是尼古拉费深·费申的啊，费申的。看看他的素描，他的这种非常舒展的、非常表现的、非常放松的这种这种语言和他的油画呃的关系。那么梵高，我说他就十年的，他的素描在学院派里，如果说起来也是应该说是有很多漏洞百出的东西，很多捉襟见肘的东西。 无论从造型啊到这个画面的处理啊，但是他又是非常自我的，非常我自我法的无法无天我自我法的这样一个画家。看他的他的画素描，对应着他的必然产生这样的油画。就刚大家注意到的那个弗洛伊德的啊，有人说弗洛伊德看到他的画，甚至有产生一种对油画的恐怖的一种一种感觉，就是那个震撼力是超强的。 他的这个团块，他的这种结构的强化，你们看那些额头那些处理啊，他对结构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理解。这是唯美主义的啊，萨金特的，他的素描也能看出来，就是非常讨上流社会喜欢的。他的晚年很多画，这个订单多到他都画不过来了，所以他。 回到美国以后啊，画的画的画应该比在法国时候画的画有所衰落。这是我我刚前面讲的科尔内六八八的东西啊，他是强调重点暗面，又叫有力线的一个画家。他的画是以凝重、深刻、神秘这样著称的。嗯，他画了很多电钢工人啊，就社会主义国家的题材。回头你们也看到。 啊，这是莫迪里安尼的作品，看看他的素描啊。他是无法无天的，我自我法按按他自己的理解和性质来画画。这是我们金先生金尚义先生的啊，他的他的素描呢，这个也是他的成长和学习经历，基本上就是新中国时期吧啊，所以他的这个。 人物形象里面这种非常正面的、非常健康的啊，这样一些处理，它是呃做的很好的。嗯，下面有几张我的素描，这是我翻出来的啊。当然这个不是经典肖像带人体的啊，这是我的类似于飞身的素描和我这种课堂上非常奔放的写生啊，强调表现性的写生。 哎，很有意思！我突然在为这个做这个 PPT 啊，我突然在我的一个一个小册子里发现了我二十几岁画的几张素描头像，因为我哎，这个还能用上，这是我画的啊。这张素描呢，大家注意一下，恰好能说明我那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很注重素描的不同的，是画虚的还是画实的，画远的还是画近的，画以线靠靠线的表现力。 还是靠结构的表现力，靠光影，还是靠这这这,这个这个这个一种对一种细腻的体会。大家能看到，这个是标准的学院派那那种素描，这都是一个同时期的，就是几乎就那么一个月两个月里边画出来。我是带带一些学生嘛，有这画这个机会，这就是光影结结构的。这个呢，就是有点像中国画素写的，带一些线的。你看这个很细微的，甚至很。 看着脖子很很细的这种线的一种表现力，但是也有体积，叫有人把它叫体面结合。那这个老太太，我就是有意识在在虚中求虚实。有些我们刚看到荷尔拜音的话，处处是紧的，但是你看它在紧里边有松紧。我这个呢，就是在虚里边也有虚实，看起来都很松，都很松。但是你注意眼睛某些部位啊，鼻子下面这种处理、啊，呃。 都有，这好像还有几张啊，这都是同时期画的素描。这个就是把很淡的这种这这这一面啊，侧面向的这些东西，把这个白颜色白颜色的纸什么也没画的，彻底的纳入我的这种空间规范里面，它变成我的空间了啊。这个是为强调这,这这这这个一个很黑的一个瞎瞎瞎子老头，这都是在农村现场画的，我带的学生。 都是七七二年，很早画这个就是强调大线啊，大的结构强调的比较肯定，然后这里边有一些细节，鼻子、红鼻头啊这些细节的描写，这个就是呃强调这比较完整的啊，强调我都能记得起来，画一个湖北老人，强调素描里面的色彩感。嗯，这个这个话可能有人没这样说过。 什么叫素描？里面你画画人，你知道头发是黑的，给头发染成黑的，你也应该知道嘴唇是红的，嘴唇比脸颜色重一点，脸颊长长的这个色彩上比额头和下巴重一点啊。它就体会着色彩感里面有一个题叫色度，就深浅程度，其实上它也体现这种色彩概念啊。后边我会讲到的。这也是我三十岁以前啊，也是二十几岁画的，我比较喜欢的一张。 呃，素描头像，呃，油画头像，油画头。现在咱们讲油画呢啊，这个油画头像，这个很短时间就在乡下完成的。那那画不大，我还好在还还把美国的惠斯勒的肖像啊，大家注意我为啥把这三张弄了一个弄一个图呢？就是我想大概说一下这个这个画面结构的重要性。这惠斯勒的这个事实上也是被他这个画他的母亲像，这已经被被。 很多评论家公认的是一个非常典范的东西。你看他，他这个这个话，我如果说简单一点，它就是一个大灰底子，上面一个 L 线啊，就这个黑颜色，然后再来一个大雨点似的，这这个重颜色，一个 L 线是重颜色，就是黑黑，然后小白，一个小白白点，这一个小白点，这一个正面这个白点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均衡作用。 然后这边一个一条白，就这些东西在在你读的过程中，你会会会会觉得非常有一种非常经典构图的感觉啊。这是也是一个动物画家，叫叫叫我很喜欢的蒙卡奇的作品，但是他在世界上影响不够大，呃也很遗憾。他的他的这种画面结构啊，在这个大家如果把它分解成两个颜色的话，白地这儿一个白角，这是。 几个白点啊，这样一个处理，他的衣服结构也可以理解到白的范畴。它是一个黑黑和白这种搭配关系，嗯，注意到它的这种塑造性，它的它不是像有些画的磨得光光的，它的那种衣服啊那种结构啊，它是用很轻松的笔触。尤其他有些画作品画那个白颜色画得非常动人。我仅仅选了一张，注意他画面这种黑白灰的搭配。 黑白灰的重要秩序感，这个我们在后边画画都会注意到啊。这李铁夫就是我刚我说是塑造性的这种短期作业训练啊，非常重要。这李铁夫那种可以理解成一个未完成作品，但是也能看出来当时他学画的一种痕迹啊。前面我主要讲了这个肖像艺术的一种综述、概述和这个肖像画写生的一些要点，而且举了一些例子啊。 这个我们这一讲呢，呃，因为下来我们要做一些示范性的讲解，我们这一讲也就到此为止，啊，谢谢大家。